啊！可是他是大明星，你怒啥了？你上班的已经一大早，站好警察。<笑>你好，请出示证件。什么证件啊？我们可是来给你们公司做代言的。你别说代言，你就是代唐，没有证件也不能进。你傻呀？大明星，进。啥大明星啊？不认。再说了，你再大的明星也是靠大家支持的，我也是尊长办事，这是原则。 我告诉你，我接的单子可是很满的，别人想请都请不来。你倒好，还不让我们进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不就是个保安吗？我就是个保安，保安一方平安。我们的时间很赶的，你这难这不让我们进去是什么意思啊？耽误了你们老板的事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我负不起责任，但是恁说恁到老板那个老板打电话，我接到通知，恁立马都可以进。你什么态度啊？ 行了，给他们老板打电话吧。哎，喂，陈总啊，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，那保安拦着不让我们进去啊。哎，陈总。好好。进。 小伙子，我看你挺不错的，要不你来公司上班吧？啊！谢谢，不去。姐，你看我咋样？爱岗敬业。哎呦我的妈！飞哥，咋回事啊？ 咋回事？你看不出来吗？<笑>不是，你不是人事部的红人吗？突然红起来的人，他都红不了太久。<笑>真下来了？<笑>我那个特产你还要不？<咳>站好你的岗。<笑>嘚瑟啥？咱俩现在都一样。嘿，站好你的岗。 <笑>你别笑、啊，你好，请出示证件。哦，哎呦我的妈！<笑>这个我查不了，我要的是公司的出入证。公司出入证那没有？那没有不能进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你们公司的大客户。嗯，你们公司60%的业务都是我带来的。那我不管你是谁，没有证件我不能让你进。 哎，听你口音是哪里人呢？河南。河南的呀？我也是河南的呀。你也是河南的？老乡。你哎呀，赶紧请你吃饭啊！哎，你老乡归老乡，你没有证件，我不能让你进。那我怎么才能进？你找谁？你给谁打电话？我这边接到通知，你立马都可以进。你跟金呢你？不是一根筋的事，老乡更得理解，这是原则。 <笑>哎，王总，对我在你们公司楼下了，这保安都不让进去。哦，嗯，哎，王总，哎，那对，哦、好，说说吧。你进，能进来吧？哎，嗯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啊，中啊！哎呀。 这回来了吗？你保护了那么多人，他们就保护不了我呢？在我身边该有多好！不是，美女，你也别哭，你看你丢了多少钱，我得有，你先拿着用。
你个臭保安，怎么回事？走路不长眼睛吗？不是，是你碰的我。你开车门之前要看看后方有没有来人，这是常识，你不懂吗？碰你怎么了？怎么跟我女朋友说话了？老公，给我揍他！哎妈，俺这两天都放假了，等放假了我都回家陪你过中秋，然后正好把家的玉米帮你掰了。那我现在还要去上班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空了再给你打啊。刚才对不起，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，给你添麻烦。哟，听你说话是河南人吧？河南人是不是都喜欢偷井盖啊？你是哪里人？我上海人。河南人偷井盖，东北人野蛮，上海人抠门儿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全国40亿都没有好人了，是吧？你啥你？据国年统计，4820个汉族姓氏当中，1830个都起源于河南，100个大姓里边有78个根都在河南。你姓？我姓周，怎么了？嘻，我那个孩儿了，你弄啥嘞？那周姓根也在河南，按道理说咱都是老乡。谁跟你是老乡？人是分三六九等的，你一看啊就是个农村人。俺农村人咋了？俺农村人干着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啊，你吃着俺农民种的粮食，还给他瞧不上俺这农村人，这不合适吧？我行了行了，还信不过丢人吗？保安大哥，刚才是我们不小心碰到你了，你看身上哪里没有不舒服？来来，我给你赔点钱。那倒不用，我只想给这位女士说了，我不管恁是哪里人，但是你记住，咱都是中国人，中国人歧视中国人，不中。爸，姑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让你们公司的保安给打了。今天是戴飞的班啊？就是他，这孩子太让我失望了。不可能，虽说他是一根筋，但他是原则性比较强，不可能动手打人的呀。怎么不可能？姑妈的话你都不信了？挣到钱了，膨胀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姑妈，只是戴飞他……行了，戴飞已经被我开除了，不要再提他了。什么？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怎么就不可以这样？你家能有现在的家业，都是我当年给你爸拿的500块钱，不然你们全家都得饿死。现在开除一个打我的保安，你都不高兴，真是忘恩负义。晶晶，你先出去吧。我不出去，戴飞，你先进来。姑妈，谁是你姑妈？你也配？姑妈，你先消消气儿。今天的事儿，我可以给你道歉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其实呢，我也是在履行公司的职责，请您理解。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？静静，让他马上滚蛋！姑妈，这是公司，再说了，他只是履行公司的制度，您不能说开就开啊！烦了你们了！你还把我这大人放在眼里？没有我，哪有你们的今天？行，不开什么？不开我走，我回在村子里边好好数了数了你们，让全村人知道你们老杨家是多么的忘恩负义。不是，姑妈，能不能听我说一句？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公司的安全，公司也有明确的规定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不戴口罩，一律不能入内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动手打你，有监控录像为证。我来给你道歉，是因为你是俺杨总的姑妈，请你不要无中生有。倚老卖老，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们家的事？其实你那事儿，俺杨总也跟我说过，你动不动就拿20年前俺杨老总创业的时候你帮过他这件事挂在嘴上，其实这是道德绑架。据我所知，俺杨老总这些年给你盖了3层楼房，每年还给你公司的分红，难道这就是你说的忘恩负义吗？我姐，我觉得戴飞啊说的对，其实呢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是不知道从哪开口。既然今天提到这儿了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。你儿子王强啊，曾经多次找我要钱。你说给了钱吧还好说，他不给钱吧，他总拿你当年帮助我这个事儿来要挟我。姐呀，这父母啊，是儿女最好的老师啊，咱们可要在儿女面前有一个好的表率呀。真想不到，我叫一个保安给教育了。都是错啊。